你好啊，我叫林卓然啦。咁喺 HKCC 就读嘅课程咧就系航空与服务工程啦。咁我系2021年届嘅毕业生嚟嘅。关于升学路向嘅话咧，透过之前啦读嘅呢个课程啦，咁都学到一啲相关嘅理论知识啦，对成为一个飞机工程师同埋对飞机航空呢个领域咧都有一个颇大嘅兴趣啦。首先之前就见过佢哋嘅推广啦，发现咗航空呢个课程啦，就抱住一个嘗試的心態去讀啦 ，DSE 完咗之後都可以話叫做個思想上面一個改變啦，想真係學到一啲實質，即係對我將來職業生涯規劃入邊有啲實質嘅幫助啦。透過呢個課程，佢都提供咗一啲嘅實習嘅一啲 project 啦，咁都學到一啲嘅書本以外嘅知識。再講到裝備自己嘅方面啦，咁 HKCC 嘅課程就有一啲嘅 career talk 啦，教啲學生咧去可以畫翻你自己未來嘅職業同埋你而家嘅課程有啲咩關聯啦。與其係諗，不如去自己真係慢慢去自己實踐一番，咁你都會喺途中都會發現到即係自己真係啱你嘅道路。一句説話去形容翻 HKCC 嘅生活啦，就係機會有好多，只要你把握到，成功就一定會有。